过来它其他不开啊。啊？连这一块这块地这么高的地方，你还是看到有一点草露出来。嗯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这里厚度多少，应该有样，有三十，但是三十草可能还是有这么高、啊。草的头。偷滑山林，不是偷滑，就是滑山林的那一种。不是不是，这个好像是教练，他的还是要不就是教练，要不就是自己偷打。他逼逼的方式，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用的是 A 吧。我觉得应该说排队都很长，但是在雪道上并没有很挤的感觉，很好。高，你不觉得吗？你看回头看，你看没有太多人，没有说像什么以前看过那很夸张，什么舞龙什么爬满人那种样子。你要回头的话，也没有那个上月国际那么多啊，上月国际人很多。排队好像没那么长啊。你说排队不长，但是人很多。对啊，那倒是。可以这样的吗？那我先滑，你再先滑。啊？怎样啦？啊，有差算了啦。我觉得滑雪板不带安全帽是很危险的。滑雪板怎样？不戴安全帽是很危险的。所以你说这三个当中只有一个有戴？对，就中间的有戴。我觉得很不要命，因为他们真的撞头，你真的不知道你会怎么撞。他们脖子要练铜筋铁骨，很危险。这但是这么缓可能是还好，但是我觉得缓也很难讲。大学生。好，右脚好好站，加油！这个绳子最低竟然有低到比地面还低，它太低了，低了些。如果二四股没有排 Z 字形，如果一直线的话，看起来也会排。哦，对啊，好像就跟传说中一样。但是你说长也没有排到十分钟吧，还好，也没有到十分钟吧。也是，刚好不然我五分钟。早掉第一次慢都不超，第二次就去试。来偷听，刚第一次听到中文，感觉是台湾的。刚后面有一个什么说当柴烧的，感觉是那口当柴烧，感觉像台湾的口音。然后还好没有听到大陆人声音，大陆人都在新野。谁知道嘞？我一直看哈喽，你碰你日本那边滑不就昏倒了吗？应该是不会，因为那时候已经接近二十号了。应该查一下今天的星野。等一下去吃饭的时候就尽量用。
天的最大的问题，穿右脚不行。啊，那你说极度痛苦。我还好，拉一拉就不过你也确实感觉出来右脚跟左脚差很多。也没有呢，我是先穿左脚，后来才穿右脚。还是左脚已经有时间过。我那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，我为什么先脱右脚？因为左脚可以建立一点信心，应该要先穿左脚。我没有，我之前穿了左脚，然后就觉得好难穿，鞋子好硬啊，怎么塞不进去？还是我选的袜子，反正怪东怪西，自己脚没力就怪东怪西。没有，是鞋子。还因为它被我们束在那个最小的形态，它已经习惯太自己是最紧的状态，这也是个理论。对啊，因为我后来穿几天它就松开了，应该后面就越来越好穿。所以下个雪季也不行欸，因为箱子就那么大啊。其实这一次我们箱子没有塞太多东西，我先等啊，我先等啊。结果他们刚刚跟他们会合那个人不见了。会合的人又在超车啊！啊，他又超车。他在刚刚立志行的时候跨线跨过去，跨他更前面。他又有认得的人啊、哦？对，在更前面。不要！我在后面一点。我觉得打到没有很痛，打到不怎么痛，但是。夹到脚胶，我第一次就夹到脚胶比较恐怖。对啊，因为椅子会压在自己脚上，很烦。我刚刚没有夹到，不过我感觉快被夹到。对啊。啊！啊！又开始了，又开始跟刚一样的那个最后脚筋很痛。为什么我坐缆车？放松行吗？压在我的血管上行吗？没有，跟那没有关系，是他自己。挂着它，那你八字脚行吗？八字看看啊，这样有没有比较好？好像也还好、哦。我要动一动，我要在里面动一动，不然它好像会去扯我的后脚跟，很痛。我觉得这种暖度，我好像没有很 care 那个后脑。没有很冷啊。对啊。哎呦呀，又好痛啊！他有播音乐的啊，真讨厌。你是说会被那个版权啊？还是他唱了句我就啊一声？破坏他的那个侦测。嗯。你看这里的学生。嗯。巨爆3.50。嗯。那这样压过。压过假设少一半、欸，我们从那里滑下来的吗？是啊，你觉得很平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为我们是直直的下来的。你说是不是从右边下来？是吧？右边左边这样转了一个弯。你脚也太开了。对啊，你会觉得不好吗？对啊，我这样我没有办法动啊。你动啊？不要啊，因为会卡到嘛。你怕你的下面被我刮了？不是，我怕我踢掉，然后把你板子踢掉掉下去。我也踢掉啊！我的真的，我坐完车，我右脚的那个筋就会很痛啊，又在很痛啊，好痛啊，啊，痛啊，痛啊！你这样会比较好吗？好像会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的筋是后面的筋吗？后面那一条那个脚很痛啊、那个。右边筋还是左边？右边，就是一直都是右边在痛，好痛啊！痛，而且会痛到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站立。我坐过来一点，你放轻松，你们比较好。就是要动一动，或者说你调一下膝盖、大腿那部分坐姿，
是比如说右脚往右卡一点，或者是右边屁股往后缩一点，这样有没有比较好？有吗？哇，又好痛！还是换另外一个座位？啊，好痛！嗯，好痛啊！啊，为什么肩都好痛啊？右脚。那你赶快唱歌啊，跟大家拼过去啊，不然这音乐好大声哦。是很大声啊，哇哇哇哇，哇哇！我觉得这里有几率，我们可以看到一颗天然雪蛋吗？你说蘑菇吗？雪蛋，那里就有机会。雪白菇啊，脚好痛哦，就是很不自然的痛，没有这样痛。那一个有潜力，我觉得它好像圆圆的。嗯。还有一颗啊。这根本不自然啊，右边低，左边高。下面好像也有人路过。很恐怖，很深，再起来站。看这里，觉得厚的不像话。有小动物吗？那里有很多脚胶哎，脚蛮大的，是人类的脚。脚蛮大的，这滑姐姐受不了，就走掉了，这样。哎，前面的痕迹怎么很像是横向的？是错觉。是树，我以为刚刚那一瞬间以为是横的雪道，是树的，但实际上并没有横的雪道。哎、欸，下面有一条黑黑的，有一块黑黑的东西，就要断层了，就好像是平平的地面。我看到了地面，这样坐一坐，怎么突然觉得很冷？我的左边左前方有风吹过来，嗯，那是 Ropeway 的线吗？对啊，突然好冷哦。我没有冷，但是左半边我没有到冷，但是左半边的脸觉得是凉的。没有风的。啊，好痛！啊，我的脚好痛，好不自然的痛，好痛！雪鞋太重了，我就脚筋重，我承受不了雪鞋的重量。好痛，脚跟好痛，啊，好痛，现在好痛，啊，好痛。还是要去休息了。啊，要不要去休息？啊，好痛哦！啊，好痛哦！啊，我不知道那脚是怎么回事。这样子立起来的话比较不痛，因为刚是觉得那个脚筋很痛，然后杆子很重往下拉，然后那个脚筋就会超级痛。嗯，立起来反而好一点，看就下来。然后站着不痛，坐不了车痛。就是挂着负重，还不能负重。现在几点？嗯，我不知道。但是里面的人感觉坐很多呢。对啊，就不要进去。现在几点？我要看手机才知道。看那个站是不是有没有？嗯、好、啊、好、啊，认真看。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.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 and prepare to get off. 没有，没有。站着真的都不会痛，只有坐车会痛。这么快就休息吗？你看，好，那赶快好。你看一下时间。你是说要决定一下？就只是怕说正吃午饭的时候人很多，这样子的话也可以。10:49，要不要去吃？会不会太早？
啊，滑一轮就去吃，不管饿不饿，好，赶快滑，赶快滑。滑真的不会痛，但是坐缆车好痛。路哎，我觉得他要往到来，有左脚用力一下保护自己。我看你有点歪，左右歪那种。回头看的时候，就啊，我要往到啊。姿势很难看，是不是？有一点，还没放松呢。啊，反正只差要三点。エッジ横に出てますか？真的要休息了吗？对啊，会太早吗？是啊，是啊，不要跟他。我也是觉得大金蛇应该就会比较多，吃吃尿尿休息滑滑，然后差不多一副的人要满的时候走，然后你来这里滑的时候大家都在吃饭，排队不用那么完美啊，对啊，幻想一下。排队不是时长之短，也
次碰一次，你要是滑在那一波之前，你就滑得到。你要是滑在那一波之前，哪一波？就是、一样慢的人。啊，でも一样慢的人会有一大群会卡在一起。哎，我没有觉得现在上面的人比较多。嗯。雪道上人多，这里人就少。雪道上人少，这里人就多。这跑不了。又要变长，又要变长。我们刚滑的速度超过了一波。我觉得是印度吗？不是，还是奥运系。他的速度都很高，变到我们后面了。当替了，慢，然后那个我也在，明天会不会开？看到今天，可臭跟鸭血车站，辛苦了，希望会。有开的话，哦，反而造成一个困扰。是吗？你要坐大缆车才可以再滑一次。哦，那就比较久哎、欸。对啊，就很难讲。那要看他会不会开那个快的。哎、欸，他如果这一道有那个的话，他就会开快的，因为快的就是那一个。对啊，那个从哪里到？大缆车左边就是这个快的下面。哦，是哦。对。然后那里也有一间拉面。他说：“我一直没算懂这个。”他不能跳起来，还要翻倒。不能放松还是？哦，要有套子。不是要。要有绳子。要压下来。啥？哦，不能穿上去。不是要倒。要盖起来。而且要加绳子。开遥控器在旁边。是吗？我抽到你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没有。胸口，这不是顶到你？没有，没顶到。是刚刚那里的确是一条路，刚刚有个绕分岔，你看有人滑下来了。那要滑这里就是那个、啊嗯，上面要横着要推一段，接着滑这里。要推哦。要推一小段，有开了这一段有开。啊，吃饭。你怎么觉得我的口罩很奇怪？他们是很认真的要练习吗？单脚滑，嗯，我还不行，我要先习惯，接着就要只能练功了。你是说连这个餐厅都有网址的网路？有啊，我在厕所的时候就录到了。刚上厕所就录到了，所以自己连上去了。不过他好像也不用密码，所以就连上去，而且不慢。重点是不慢，都比我们那个快。对啊 ，Highland Funano 网络慢到遥村。那我拍 iPad 不就白带来了？嗯呐、啊。而且想说没事做，你说不滑雪啊，在这里看剧。也没有到不滑雪的地步。就终究还是要滑。哦，嗯，所以你看哦，这样子就是说每天都要搞一搞开车，贴1000块。
政府给3000，我们还贴1000块可以滑雪。对啊，你想想看，以前我们买那种，那是个板子吗？那里有一个。以前买到优惠票是3000多，现在你看这连优惠票4000，6000变4000，而且我们这个已经是比早鸟票便宜了。嗯，早鸟票是4500，很贵。应该说正规票6000这件事，以前正规票最贵这件事是志贺高原。你说中央吗？还是什么？志贺高原全区以前最贵的5500，所以我才去研究去弄那个。那很划算，去年是买半价。去年就按半价票，但是平日限定。然后我在想今年有没有办这个活动？那我们也没有要去啊。但是我想知道，今年有的话，那明年就还有希望；今年没有的话，明年就更没希望。我觉得应该。然后每年雪票都要涨。应该人，我觉得很多人现在都打算要去志贺的感觉。不是，好像有一个滑雪团已经是开去志贺。你不觉得滑雪团一定是太便宜了吗？对啊。志贺我说它贵，那是因为我们要买全山，但是你如果买只有中央区的话，中央区我们连回家都有困难吧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你那个时候你就会考虑说要不要住哪个旅馆。但是以整体来讲，我觉得好滑的区还是烧耳山好滑。那我觉得东山没有那么好滑。你要东莞山。东莞山。东啦。东莞那边的那个山，有一个地方很危险。东的话，因为又有奥林匹克，又有陡的区，然后但是它也有一条松懈区。看到咪谷那里有点危险。那里是还好，而且那里还是先开始练习那个。啊！我刚刚想说我不要动它，然后一动发现它还是会痛。那不动就没事。不动没有感觉，动了发现它其实在痛。好痛啊！脚还没有办法适应要挂这么重的东西在脚上，我觉得。那为什么左脚不会呢？对，右脚很痛哎。右脚太痛。啊！右脚好痛。你这样是要干嘛？是啊。帮我撑着啊！不行，你这样扭一个角度，它又更痛。你永远把我往外歪，它又更痛。因为我在右边会变往右歪啊。这样有比较好吗？这样呢？哦，现在还可以。嘿嘿，但是太重，手一震就酸了。好像还可以。向上拉提，就不要动它好了。那车真的动很慢哎。它是限速只能那么慢，是不是？两人缆车，因为它没有那个变速箱，它不能快，它要让你有上车的那个时间。那四人缆车的话，是高速可以很快，因为它你乘坐的时候，它会跳到另外一个齿轮上。所以会比较慢。对啊。像你说，东边那边不是烧耳山东边不是下面有一个松雪道吗？那松雪道旁边的那个缆车，那个也是高速的。因为我们喜欢玩那个松松。对 对, 對啊，那个因为是高速的，所以它就有脱离跟齿轮嘛。哦，上次坏掉了。所以它对啊，它上次就齿轮过不去啊，就是它过了圆盘的某个位置，它就要解盘跳到下一个齿道。就会变成乘坐的那个慢速，然后等过了一个弯之后，人坐上去之后，他过了一个部分，又要跳一条线，要夹在线上，然后又跳到高速的线，然后他就是那个有个地方齿轮孔钉，那个人一直孔钉弄了 N 次就过不去。好，看看有没有位置。刚我刚看是这边侧边还有位置。你不觉得外面的杆子数量
还好啊。嗯。好，赶快去，赶快去。哎，现在不知道几点，我们可以计算出一轮要的时间。即将抵达下车点，请抬起安全杆，做好下车准备。奇怪，我的面罩一直滴水，是上面滴下来的还是？安全带的温度，哦，为什么一团血给我？不是啊，我被滴水了。蛮是滴的。架子还是放架子站你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放那边比较低，血比较多。好，赶快看时间。刚刚是10:15，15分钟。你说一趟？一轮回15分钟。华家。华家作家牌。我好像滑了4轮还是？哦，他其实只开到3:30，有没有头上有血要拔掉的？没有吧？没有吧？啊，我开。好了好了。你要消毒一下手套吗？先报警啊！这也不用特别跟多要用券，你就买那个机器就好了。哦。嗯、我们先看，我们先看照片在这。他也卖三 T。那我那就。卡兹卡勒三 T 卡勒。启动一卡勒。不动你受吧。前键就是给你一个蛋。反正关了，关。